我是一个无退路的人，所以我只知道我要一直的往前冲。如果你想要见彩虹，就必须要不畏惧风雨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宁可顺逆反也要当老板。这条路会是非常非常艰辛的一条路，希望你们都能把持得住。还是要靠自己，靠自己。或许会让你遍体鳞伤，但这些伤口你再好好的运用，绝对是你最强大之处。无出人功，输人无输爹，替天还债。林亚平看到第一流相，是我打起来台北第一台，辛苦打炸四千块呢，就起来台北了。我跟你同款，无背景，讲干料，林秀边啊，还是厝边顶，我拢看过。靠，困到半暝啊，过鸟来跟你收酒。明仔明仔载本钱要围队来，不过我就是敢办，我得去吃了过。做出事，会使讲已经输到痛苦了，所以我已经感觉我无啥物会使去输啊。凭这点，我才一条命，那是拼的，绝对拢是赚。我伫四十岁做出一个决定。从今以后，我封刀了。谢谢。当初离开台南，我对阮母讲，无成功我就无等。阮母甲我算一个吹破，今仔我为一个小小的助理，做甲人人讲的大师，顶杠有名声，下杠阁出名，这嘛是我对阮母的承诺。我相信伊今仔若是看到影片，应该是偷偷咧哭。我想要甲各位朋友讲。那是你现在过了不如意，卖失志。好运歹运，三年一回；好歹照面，较忍耐。我为着要创立 NDJ 品牌，我嘛是排一大堆事。不过我选择甲天拼输，无论如何，行了就是行了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贡献、共力、共享、共闯天下。谢谢。那是甲天拼输，既然要上桌面了。买得爱下皇帝，阿无就是卑职。朋友啊，我先上路啊。无论如何，成功对阮来讲，不是我需要，是我一定爱。圆满成功！恭喜，加强坚持，咱一定成功。